个人都有他的业力，无常来了，我们就要面对它，然后接受它。一个人都有他的业力，他过去少做的业力，那业力到时间，这个时间啊，刚好这个因缘汇聚的时候，他这个无常现象就会发生。那所以这个无常来了，我们就要面对它，然后接受它，然后处理它，放下它。我现在心里是很平静的。所以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能够帮我这个事情，我就这样子简单简单的回复，阿弥陀佛。